125分之1秒 F ISO 400，125分之1秒 F ISO 400，设置255的话，你会发现无论你怎么提高曝光，你都是无法使画面中过曝出现这个斑马线的。那么它的最大值的话，我测下来的话是在245，这时候你会发现场景中它基本上过曝了。现在是 ISO 400两档的话，我们发现这时候高光已经过曝了，然后是三档，我会发现上面的这个白色的漫射白的条纹90%白的话已经过曝了。那么我们再往上加4档、5档，比重会亮5.5档的地方的话就会过曝。